日本陆上自卫队才在3月中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举行年度铁拳联合军演，万万没想到，不到一个月，陆上自卫队就传出憾事，一架黑鹰直升机在冲绳县宫古岛附近失联。防衛省などによりますと、今日午後4時半過ぎ、航空偵察中だった熊本県の高遊原分屯地所属の陸上自衛隊ヘリ UH-60 が宮古島周辺でレーダーから消え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。根据日本媒体报道，这架直升机在下午3:46离开宫古岛基地，往北飞约10分钟4公里时，在池间岛附近从雷达上消失。其实这架黑鹰直升机是由自卫队自行改装过，型号是飞龙 UH-60JA， 3月下旬才通过安检，如今却因为不明原因突然消失。听闻失事消息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立即下令优先救人。状況については防衛省において確認中です。全捜人命救助最優先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。日本媒体报道，机上总共有10多名自卫队员，其中一名还是接掌第8师团师长6天的坂本雄一中将，他更是陆上自卫队参谋长的候选人。但不幸的是，日本海上保安厅疑似寻获失联直升机的零件以及救生筏等物品，但没有任何人员所遗留的遗迹。総合的に判断し、航空事故と該定しました。黑鹰直升机近期频频出事，上周2架美军黑鹰才相撞，造成两机9人全数罹难。如今又发生恐怖意外，黑鹰直升机的安全性再度成为焦点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